而另一起事故呢，也是发生在三重新北环快板桥往三重方向，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，而这起意外发生在农门路出口前大约200公尺的地方，一辆自小客车驾驶疑似精神不济，在擦撞护栏之后，整辆车翻覆，车窗玻璃散落一地，警消获报后赶到现场抢救，幸好驾驶只受到轻伤，而事发原因也在调查。